鄭丹瑞、廖子瑜、盧慧敏、馮允謙和袁富華等人這日出席主演的電影首映禮，蛋糕說很開心到了這個年紀還有套電影由頭演到落尾。他又說到為什麼找來大女鄭瑤客串演出，每一部我可以 handle 到關我事的戲呢，我都會擺佢哋喺度，因為我想呢件事好有趣地到我第日即係拜年歸老。但係嗰啲戲佢可以俾佢下一代啊，咁你睇下嗱咧，喺阿公公啊就同你啊，即係一路傳落去咧，我覺得幾得意咯，幾好玩嘅，因為同埋嗰個 scene 都唔係好吃力，純粹要坐喺度咁樣喺度壓下醜咁，好好玩。多啲就唔得噶啦，即係要求呢、這個要求唔使太多。要求對我唔使太。鄭瑤說自己戲份很簡單，過程拍得很開心，那不知蛋哥當初是怎麼說服女演出呢？這些是父威來的嘛，爸爸說不行的。我拍了戲了，你覺得那天就來吧，我就哦 OK。但是很好玩的，因為個 cast 很好，即係我拍完我去後台啊 ，Fisher 喺度，咁我同阿 Fisher 可以傾偈，咁阿 Fisher 講下佢屋企啊，我屋企啊，因為即係個題材都係講屋企，咁所以大家都有個共同話題，講翻 Daddy 啊。我女好中意你㗎。係啊，我好中意 Fish 㗎。係。拍嗰場戲爽唔爽啊？即係鬧交嗰場戲。爽，你冇乜機會同阿爸嗌交㗎，即係我嘅人生入邊啦，即係將我想要嘅情感喺戲。女戲外真真假假，所有的情感抌曬俾你，鄭丹瑞接招啦！接到的係咪？完全冇問題。射咗。Anson 邊拍呢部戲時啱啱出道，佢話多得蛋哥包容同提點先演出順利。佢又話喺鏡頭前嘅蛋哥氣場好犀利啊！未 roll 機嘅時候咧，就你點啊咁樣咧，一 action 嘅佢就咁樣咧，咁我嗰下就哇嚇一嚇嘅，真係有個氣場。我初頭我都驚會唔會影響到 Amy， 因為 Amy 都好有經驗，咁我就唔前輩嚟㗎呢方面。前輩，咁我唔係好多經驗啦，咁所以有啲緊張。因為我哋一嚟就已經要做情侶咧，我哋又冇接觸過咧，即係 off screen 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喺度傾音樂嘅時候，阿 J 就突然間好似開咗個掣咁啊，即係原本佢係OK not bad 咁樣，跟住之後一開個掣，跟住佢就冚冚聲係咁掉好多 idea 啲嘢。因為他真的很 talented， 亦都是一個很願意分享和聆聽的人，所以就交流是很快，然後就沒有了一個隔膜。